选定心仪的对象之后，就要进入亲密互动的时间啦。究竟背负着妈妈期望的马多贤，能否和伊友擦出火花呢？啊，工作了一天，好累啊！想回到家能够哎，你回来了，我回来了，高外套。哇塞！哇！哎，这很夸张哎，真是很贴心呐、啊。那个晚餐煮好了吗？晚餐，晚餐煮好了。对对对。你要先吃饭吗？还是你要先洗澡？还是要先吃我呢？我一起的啥？这样子，按照我的顺序的话，是先吃你，再洗澡，再吃。喂，我们走吧。我走了。哇塞！就这样，这么快。就这样，对，我跟你讲哈，对，要亲临现场，要用日文讲一遍。哦，用日文哦，哎，哦，对，会更有感觉，更起日文啊，不好意思，好，日文，摩一盖啊，摩一盖，啊，太了，あなた、おかえり。嗨，待ってたよ、お疲れ様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哇，有哎。哦，哎呀。お腹空いた？啊 ，dinner already。すごい。すごい。あなた？哈，我们有翻译吗？翻译。你可以用日文再翻译一下，不然我听不懂了。お腹空いた？肚子饿了吗？啊，很饿。韩国人，是嫁给笨蛋吗？韩国人。生气耶！真到哎！ご飯にする？お風呂にする？それとも私にする？あなた。あなた。ない。Open go do。Open go do。Open go do。什么？あなたは Open go do。Open go do。Open go do。喂。什么东西？开玩笑，来，请穿。来，谢谢国贤哥。什么好？越南 Open Girl。他一开头就人家什么全部39元了，人家不是大创。